你好，欢迎回到吉隆坡菲拉铁菲教会，我是欣妍。感谢有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鼓励，所以我们要做得比昨天更好。现在就让 CTN TV 和你分享教会的最新活动吧。 Super Kids 儿童聚会在来临的16号照常进行，时间是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1点钟。除了有好玩的游戏和好听的故事，老师也为孩子们准备了简单的午餐，所以孩子们一定要携带饭盒哦。 Dream Factory 青少年聚会在同一天如常聚会，时间是下午3点钟到傍晚6点钟。弟兄姐妹请留意今天下午聚会后的1点钟， MTS 1圣经入门学校以及 MTS 3祷告训练学校课程照常进行，请准时出席。雅各书4章8节说到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在下个星期1月17号，黄志敏牧师将与大家分享纯意清洁2系列。你渴慕纯洁的心吗？让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，竭力保守一颗紧跟着耶稣的心。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，31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钟，主日学老师将带领孩子探访恩惠之家儿童院。我们也非常鼓励您参与这项社区服务行动。如果你已准备好以下儿童院所需的物品，可转交给慧霞姐妹、慧萍姐妹或May姐妹。在这里，我也先代表主日学老师以及恩惠之家的儿童向你们致谢。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，给他们的生活加添一份爱。一年一度的感恩会一定期于2月28号星期天下午4点钟进行，鼓励弟兄姐妹们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在这里欢聚一堂，一同数算神的恩典。青少年们，刺激挑战您极限的 H2O 夏日营又回来咯，日期是3月17号到19号星期四到星期六，精彩活动包括 ICT Water Park、Fear Factory 以及 H2O 挑战游戏。在1月31号之前报名的优惠价是60令吉，而在这日期以后报名的费用为80令吉。3月份的学校假期，不要躲在家里做宅男宅女，邀请你的同学朋友们一起来接受挑战吧。要如何以您的生命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呢？领导与管理讲座现已接受报名，课程将以诗歌、有趣的游戏以及角色扮演来带出主题的讯息，让您成为教会以及职场上的生命导师。这3天的讲座都会在吉隆坡菲拉铁菲教会进行，日期是4月28号到30号，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营费为180令吉，有兴趣者请向丽仪姐妹或卡门姐妹报名。您的孩子总是让你精疲力竭，深感挫折吗？你总是搞不定孩子，拿他们没办法吗？究竟难搞的孩子能不能改头换面？身为家长的你，希望与亲子互动时更温馨有趣吗？由马来西亚福音正主协会与吉隆坡菲拉铁菲教会联办，由著名作家讲师王希老师主讲的1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家庭培训，将定期于3月25号及26号星期5和6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钟进行。王希老师乃加州 Asusa Pacific University 领导学硕士，专攻家庭领导及心理，现任加州国际全人教育发展中心执行总裁及高级讲师，研发编写教材及培训辅导。王希老师是洛杉矶中文广播电台爱的方程式节目制作主持人，洛杉矶恩全辅导中心董事及教牧关怀辅导负责人，促进华人心理健康，婚姻美满。他也是美国洛杉矶和台湾北区教育局家长教育合格训练讲师，鼓励各年龄层孩子的父母、职学老师把握这个难能的机会，因为您每一次的学习、每一刻的更新，都将带来孩子行为态度的正向变化。这2天的费用为每人150令吉，夫妻2人280令吉，附含一本由王希老师著作的优质下一代书籍以及茶点。在3月1号之后报名者需另加50令吉，有兴趣者可向 Amy 姐妹或慧霞姐妹报名。再多4个星期就是华人农历新年了，要买的年货您能记得住吗？
在这里 ，GPM TV 建议您在出门前可以先列出一张清单，一边买年货一边确认，这样就不会遗漏啦。我是欣妍，今天的 CPM TV 就到这里，愿你有个轻松开心的一天，拜拜。